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湖南的幽县香干。我今天炒的是香干炒肉。这个香干吃起来特别嫩。嗯。炒五花肉，炒腊肉真好吃。嗯。这个香干的话，是我们湖南这边的幽县香干。嗯。然后。它的配料表就是黄豆、水、食用盐和酿造酱油，没有任何添加剂、防腐剂，全部都是新鲜现做现发的，泡沫箱加冰袋给大家发货啊。感觉比在市场买的那些要吃起来嫩。对，这个吃起来就是又嫩又豆香味又浓啊。嗯。拍三包五包的更划算。嗯。想家里炒一个芹菜炒香干，真的好香啊。就我们湖南这边的湘菜馆，家家户户就是基本上都有这个，香干炒肉这道菜啊，湘菜馆里面。嗯。嗯。今天米饭不够了，所以说我俩就吃香干。大家喜欢吃香干的话，一定要尝试一下我们湖南的幽县香干啊。对，一包是半斤啊，一包就可以炒一盘。